王健，我是 hiking 的队长。花褪残红请信晓，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。夏天将至，又是一年。我们来自东方文化中心，这是东方文化中心的主席刘东女士，我叫吴鹏，是他的新闻发言人。这是我们的执行主席吴鹏。这一是我们的第四个毕业典礼，四年了，我们在一起锻炼，我们有大概100多位会员和我们一起坚持了四年的时间。这四年呢，我们举行了各种的锻炼活动，有各种的课，有各种的志愿者老师，我们在一起打太极、跳松吧、跳民族舞。我们还有什么牛仔舞？牛仔舞、民族舞什么？还有我们从心里，我们服务社区，大家愉快，我们愉快。从身体上，我们进行各种锻炼身体的活动。然后怎么说来着？我们的宗旨就是轻松健身，快乐生活，安居加拿大。安居埃德蒙顿，啊。271365。蓝色的哈。